其实老肖的舞台永远就是充满音乐性，还有很多的惊喜，包括他的服装造型。但是呢，其实从之前的演唱会，他就给很多音乐科系的学生一些乐手经验啊、让他们有机会上台。对不对？培养他们的经验，这是你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带领着大家，领航着大家。所以今天以船长的造型呢，来跟大家见面啊！帅，这什么意思？虎克哦，虎克船长，没有童年啊！七年前，我们讲什么他是不会回嘴的，翅膀硬喽、哦，万谈呐、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很多很多的披露哈，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海报。那我们今天要请老肖以一个表演艺术家的这种身份来揭晓。哎，好、啊，先生，不好意思，让一下，对不对？好，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次的 logo。今天老肖要化身为，你躲在后面，你幼稚。哎呦，小心小心小心。好，我们现在要请老肖以一个艺术画家的姿态来揭示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巡回的主视觉 logo， 很神奇哦！现在看到是一个白色的画布。好，老肖，请你拿着这个笔刷蘸一下颜料，好，把我们这个 logo 呢正式的披露在所有的媒体面前，请大家记住这个 logo。当你看到这个符号，就表示我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就在你的眼前了。好，可以吗？好，好，直接刷好，好，来，请老肖揭晓我们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的 logo。 你要换一边，因为你是右撇子嘛，哎，都可以，好好，来来来，好，左右开弓都可以，好，好，对对对，你这个，好的，对对，要整个涂，对对对，好，多涂一点，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的 logo。 那么对对对，你一直在碎碎念什么？啊，有啊，有吗？大家有看到吗？哈，有，好，快说有，快说有，嘿，他已经有点害羞了。好，来来，啊，有，哇，好大，超明显，有没有看到？有啊，一点点嘛，对，效果没有很明显，但是 OK 了 ，OK， 好了，他一直在问说谁啊？这是谁想的？哎，翅膀硬了，对不对？好，翅膀硬了。以前哦，叫他画什么就画什么啊，有没有？有啊，他慢慢的啦，老肖，他慢慢，你不要急，老肖乖，他大概要4个小时，他就会浮出来了。哦，我们大家6点再回来拍哈，不好意思，有啦，而且你不要急，后面有一个大的啊，哇，哦，糟了，他现在有点不是很高兴。没有，我有点担心。好，没关系，这个是一个艺术的感觉啊、哦，这是艺术感。如果完全太具体的话就不好玩，就是有一点抽象的 feel 啦。好，好，可以吗？对啊，我知道，它其实部分图案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颜色，然后没有图案的地方应该是这处于这个状态，但是没有呈现得很好。对，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好，来，你先等一下，你这边那个领子，对，好，没关系，好，还不快收走，怎么还摆在这儿呢？弟弟，哎，来，歌王，我们自己来就好了，歌王，来，我们来，我们还有别的需要交代呢。好，除了这个 logo 之外，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好奇，因为这次的名字是叫这个 Triple Jam， Triple Jam，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单字啦，有没有什么含义在里头？其实就是三倍的我啊，不管是音乐能量，还有一切的一切，是，对，三倍的能量，对，对不对？其实这几年因为累积了好多歌，很多经验，我想这次的舞台一定会释放出更多更多的这个力气，对，跟 power。是，哎，你的歌，尤其像新歌，像吻我吧那种，还要跳舞，哎，你 OK 吗？还要假音？我当然 OK 啊，这就是爱的。来一下，我当然 OK 啊，就我的歌。嗯，你会不会这样？哎，老实说，我前两天问过日本一个歌手啊，我说你们做 live 的人，通常唱到高音呢、啊，会不会偷偷降 key？ 像你王菲那些那么高，你做 live 演唱会的时候会偷偷降 key 吗？王菲，王菲不会啊，不用降 key， 不用。以你的身份地位，应该要升 key 吧？不用、啊，不需要，原 key 就可以表现。当然哦，啊，那个呢？这就是一样。哎呀。